我細個環境真係由好好變到好唔好，由大家族變到鵪鶉。咁但係你知男仔有時你放開咗就唔識收噶嘛，咁變咗就個婚姻出現咗問題啦。而家有咩説話要同阿爸爸講啊？你未完成嘅嘢嚟，我嚟完成咯。要做到主角係憑乜嘢啫？我成日話我試一件貨，我哪怕你邊排，最緊要我有市場。Home Sweet Home， 鄭丹瑞、林家棟，人生打擂台，星期六晚10點，Home Sweet Home， 100台 Now 香港台。